我们今天怎么讲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去给姐姐买报纸，好不好？送给姐姐去，快安慰一下姐姐，快，别哭了。谢谢。哎呦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去给姐姐买报纸，好不好？送给姐姐去。谢谢，没事，早点回家吧啊，走，走吧。你看这个姐姐还在这儿哭，哎呀，快安慰一下姐姐，快，别哭了。谢谢。哎呦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来这边，一定要放松心情，好不好？工作上吗？我先把你带回去，安抚你的心情。啊，你叫你朋友来带你，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啊。你还好吗？心情不好吗？你跟我们一起讲，不要难过。来这边，一定要放松心情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妈妈不希望你这样子，妈妈希望你快乐啊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工作上吗？这样子我们不放心你，说出来心情会好一些。他跟你年纪差不多，你可以跟他一起分享，跟你的最好的朋友联系。我等下去找他，我在办公室受不了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我想说先停顿一下，所以没有。我先把你带回去，安抚你的心情。啊，你叫你朋友来带你。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啊。初恋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初恋也哭得稀里哗啦，所以那个都是一个人生回忆啦。来，很高兴啊、哦，看到你这样子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他刚才在路上都一直哭，现在看到他，我很高兴。就是要这样子，记得你们讲的话，我们俩的约定是要开心。有什么困难，第一个先去找你的家，家人找不到再找你的朋友。第三个要找谁？我刚刚在车上也讲过，警察就是你最好的。有困难你们就需要帮助就找警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下次不要这样子。好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好，不要哭。来，卫生纸拿着，把嘴巴擦一擦。失恋，失恋也要漂漂亮亮的。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人生，人生都要过，没什么，没事，没事。好啦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好好，先回家，我们先回家。好好，不要哭，我们先回家。你小心，小心，口罩戴好。来，我是警察。等一下，好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叫家。哎哎哎，你都吐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还要？起来起来，不要这样子，小人呐、啊！
你帮我叫姐不？啊，你跟姐，跟姐姐老爸来不？我是阿姨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下次不要这样子。你是心情不好吗？好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你，没关系。阿姨，你看有民警，我来甲去一下。啊，那我落去了，我帮你按去了，我下去了。本所于情人节前夕接获报案，称一名女子酒醉后倒卧地上。警方上前关心，得知女子当晚失恋。本所除了通知警家人前往，并安抚女子，就算失恋也要漂漂亮亮。那个猫是卡在机车的引擎那边，不是在车厢。哦，没有，我看到了，它在发抖。那个猫是卡在机车的引擎那边，不是在车厢。哦，没有，我看到了，它在发抖。我先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抓住了。卡住了，你把车厢打开。哎，罐头嘞，好多，然后一声架起来，来，最近好多人问我，29岁分手怎么走出来？正面对29岁分手，也担心过29岁了，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遇上一个适合的人？我也害怕29岁了，要再重新认识磨合，好辛苦。我也执着过29岁了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他，会不会再遇不到像他一样的人了？但无论几岁，自己也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啊，都需要好好的被疼惜。还记得分手的时候，好姐妹问我，你们最后一次旅行，你开心吗？这句话似乎从头顶啪的一声打醒了我。我其实很不开心，但我现在已经不用因为一段关系而感到不快乐，也不用为了磨合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困扰。我现在做任何的事情可以只为自己的快乐负责。想一想，突然觉得还好，分开的时候是29岁。而我在觉醒后明白，有些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告诉你一些讯息，不是为了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所以不必把宇宙的邮差当作真爱。到头来几岁分手已经不重要了，真正适合的人是不会让你担心需要花上许多时间磨合，真正爱你的人更不会在乎你是不是大龄未婚。但无论几岁都要记得，我们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，要好好的被疼惜，即使花上1年2年遇上一个适合的人都很值得。